南投雾社往合欢山的第十四甲线0.1公里的所在，有一火车呢，或者倒落来树啊陷着，这车顶的查甫乘客当场失去生命现象，送病院了后由援救无回来。另外，台中和平台北线林山七点多，有这公务段的这个前尾车和石头夹着，加在是无人受伤。小火车和车撞到车头已经歪曲几撮，消防人员接到报案了后，赶紧去救人。三十一中道雾社通向合欢山的第十四甲线，一台小火车经过时阵，被强风吹倒的路树撞到，消防人员将车内两人救出来，驾驶轻伤，女乘客失去生命现象，送医急救当中。另外，伫台北线林37中环变道，三十一早起有石头连乱。空调公务段前火车好个再无人受伤，另外台北线96公里的所在，碧绿溪民房坑有大量土石摔落来。那现场不停的降雨哈，土石粒粒不停的掉下，甚至有一颗巨石哈掉在隧道口，那个尚无法清除。在南投合欢山也是一直靠大风，当地气象站表示，三十一早起8点开始，合欢山顶的测站都测到17级强阵风，一直到下晡1点拢还是17级，是自2008年测站建立以来上强纪录。合欢山顶气象站测得每秒58.2公尺的惊人阵风，也打破在2021年圆规台风15级强阵风的记录。合欢山目前风雨交加，针对设施是否有灾损，需等到台风过后前往现场才需知道详细的情况。台中海线出现瞬间11级的强阵风，伫清水区加沙鹿区，为31早起5点开始，有3个号志和强风吹转去。随即通报线上巡逻警力前往协助处理，并通报工程单位前往排除。警方也和台中清水、和平甲大安这地区、彰化复兴、保险甲宏远这地区，拢陆续有停电状况。台电人员在全力抢修当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